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当时我们的距离是7公尺零8公分。在不够1/4炷香的时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铁血硬汉，不害怕鬼屋的哦。哎，不要这样，很丢人。完了，我是不是把节奏打乱了呀？到底是我来吓唬他，还是他来吓唬我？不是，我后背真的会发凉。他不是说害怕，我也知道他是假的，但是后背会发凉。我要走了，不行。不要再说自己猛男。不说了，吓死我了，真的。不是。等一下，他是谁？别！裤子掉了。学训练鞋肯定我们选手吧，黄色头发。天哥，小我是真的怕的，你怕吗？嗯。那你还没吓唬我，多吃一颗。拜拜，成功。我被吓死了。耶，成功。但是，成功没有再怕的，再怕的没有再怕的，你应该比我叫的还要厉害吧？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反转？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สิริปังว่าได้ที่ดังได้ใจ